好，我是山，我们现在在槟城大三角，好吗？今天就带你来看包装修包家私两层楼房路。我们先来看它的地点。这一个 project 距离大三角目前最大的 shopping center 只需要5分钟的车程。Alma 是属于大三角最多 residential 的区域，所以人口多，附近的餐厅、cafe、咖啡店也有很多选择。最方便的就是它的附近有3间有名的幼儿园，所以你可以给你的孩子做最好的选择。这个 project 就位于在 Alma High End and Medium Range 的住宅区里面。这些 bungalow semi D 双层楼排屋之中，它是唯一一个有 clubhouse 的住宅区。我们现在就在它的 entrance， 因为要让你来看这个 project 跟其他 project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guard house 旁边的 clubhouse。Clubhouse 有 swimming pool、gym、multi-purpose hall、BBQ area， 当然我们的 management office 也是会在这里。这里所有的环境啊、security 都是由这个 management 来管理的，所以非常 organized。整个大麦只有76间单位而已，66间是几楼的 bungalow， 其余的10间是2层楼或者是3层楼的 semi 跟 bungalow。今天就带你来看这边唯一一间2层楼 bungalow。这一个2层楼 bungalow 的 land area 是4371方尺， build out area 是2886方尺，里面有5间房间加一个 utility 室。这个 bungalow 和其他 bungalow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 design， 从 building 外观的 design 到 building 里面 layout 的 design 都是属于比较 modern 的风格。普通我们看到的 carport area 是比较长型的，但是这一间它的 carport area 是属于宽型的，宽 25.6 尺，长23尺。因为我们是2层楼 bungalow， 旁边两边都会有空地，所以宽型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容纳3辆车。通常刷大带灯的 carport 会比较小，但是我们这个 bungalow 是属于 unlock，所以你可以把多余的车子停放在这个空间，也不需要担心有小偷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 project 是24小时 security 的，每个小时都会有 guard 在巡逻。嘿，我们现在就在 bungalow 的里面。买 bungalow 通常最怕买到屋子太大，但是里面太阴暗。这个 project 就特意设计了很多窗口，主要的目的是让这个屋子里面也可以有很多自然光。就算我们现在把全部的灯都关掉，把楼下全部的灯都关掉，这个空间还是一样亮。现在我们就来注意看它会给我们的加湿跟电器，因为到时候你拿到的管理地颜色 design 都是这样的了。For 客厅，它会 provide 我们一个 L shape 的 sofa， 2个的 coffee table， 整 set 的 TV cabinet， 包括49寸的 TV， 还有2.5马力的 aircon， 包括所有的 ceiling light 跟吊灯都会有。化妆台，再放多一个按摩椅都没有问题，重点
有自己的律师哦。所以不管是长辈还是客人住在这里，都还是会有自己的 privacy。 外面还有一个厕所，客人来的时候就可以共用这个厕所。那 for 全部的你看到的浴室呢， walls 还有镜子都会 provide， 包括这个 basin 还有马桶。那我们就来看它的 kitchen， 它的 kitchen 是比客厅还要大的。kitchen 的话呢，会 provide 一个 low cabinet， 包括上面这个石英的 stove， 抽油烟机，还有灶炉，包括 Toshiba 的冰橱都会有哦。kitchen 的空间其实比客厅还要大。所以在中间呢，你还可以做一个 table， 你就有一个好像英式的 kitchen 的感觉。你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 area。 那旁边这边呢，它也是有 panel， 所以我觉得这边特别适合再做多一个 kitchen cabinet 出来都没有问题。然后你要把这边隔开，分成四根干的厨房，都很大。kitchen 的 area 有很大的空间给你自由发挥你喜欢的 design， 你喜欢的设计。 Ground floor 最特别的 layout 就是它的 utility， 它的 utility 是在 backyard 外面的。这个也是它 modern 设计的 layout， 主要的目的是把你的 main room 和你的私人空间分开，增加你的 privacy。而且 main room 里面已经有自己的 shower area 和马桶了。 Yard 的空地有 6.5 meters， 那后面呢你可以打造成一个 dry yard， 那你这里就可以晒衣服，增加你的空间。因为后面暂时还是没有发展的空地，所以发展商特别 rehome alarm system 给这里的每一间单位。我们现在就去它的楼上。后面的第一间房间呢，是会有provide床、床架，包括枕头给你，还有一个 side table， 这个衣橱也是会provide的。楼上每一间房间，整个楼上它都是采用 wooden flooring， 然后这间房间的 aircon 呢是provide 一马力的 aircon。厕所会在外面，楼上的每一个厕所都会有 provide water heater 还有 bar。 我这个 water heater 它是 Toshiba 的，我的水壶都已经有了，所以你都不需要自己再弄火。另外一间房间也是一样，床架包括枕头都会有 provide， 包括 side table、 衣橱，然后 aircon 也是一码的 aircon。 重点是这间房间它就有自己的浴室哦。这间浴室也是一样，有我的 heater 还有 bomb， 也是 Toshiba 的 brand。 那每一间厕所都会有 provide 镜子。 common area 是已经有 ceiling light、 ceiling fan 给你了的，旁边还有 TV 的 panel，所以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可以跟家人去在这里看电影休息。哎，我在很专心的读书。我觉得这个design做得特别好，因为后面的房间是facing东南的，然后这间房间是facing西北的，所以designer把这里设计成一个 office 是很合理的。睡觉的地方就不会太热，office 的地方也有足够的阳光。这里的 office table、 office chair 还有这个各个 book shelf 都是会有完的，还有这个 ceiling fan。 我们现在就来看大家最期待的 master bedroom。 So before 上 master bedroom 呢，这里会有一个梯子，这样 modern 的 design 在大三角是很难找到了的，整个空间会看起来更加大，虽然这里只是有两层楼而已。
Master bedroom 的 ceiling height 是最高的，它可以放 king size 的 bed 床头，然后旁边的 side river 还有一个落地窗哦。那 master bedroom 的空间很大，所以这边会 provide 你的 aircon 是二马力的 aircon。TV 的 cabinet 都已经有了的。我现在就来看女生最喜欢的 part， walk in the closet， 这里很大其实。它已经有 built-in 衣橱给女生，比较 modern 的 design。那如果你还不够放的话，你衣橱还不够放，你注意看，我们虽然是已经开关的 design， 旁边这个 area 还是很大，你这里也是可以做 cabinet。然后这边有女生的化妆台，关的时候是那种 soft 哦。这边有女生的化妆台。Master bedroom 的重头戏就是在它的厕所，它的厕所非常的 grand， 很夸张的大。其实它的厕所是等于四个普通厕所的大小，你在这边就可以放你的浴缸。那厕所的话 ，Master bedroom 比较特别，就是它的 shower area。也是同样的，已经有这个 water heater 是 built-in 的，它跟其他的厕所的 design 比较不一样。整个 design 是准 modern style 的，所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窗口在这里，而且它这个 area 我觉得可以很适合拿来做 study 的地方，读书的地方，办公室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自然的光线。来的位置我要睡觉，全部都是把它开起来的。也这样亮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个包装修包家私两层楼房喽。买下这间单位，你就可以马上随时入住哦。当然，我们也是有limited的空单位。空单位有两层和三层的 Gilolot Bungalow。 Gilolot Bungalow 和 Bungalow 的分别是它的空地， Gilolot Bungalow 旁边的空地会比较像 semi D 的形式，但是它不是和隔壁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比 semi D 多自己的窗口和 privacy。三层楼 Gilolot Bungalow 它的 ground floor 的 layout 是和今天我们看到的 layout 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它第二层楼会有三间房间，每一个房间都会有自己的浴室。如果是大家庭，三层楼的设计就会很合适。第三楼整楼都是 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 外面还有两个 balcony area。我们联系我们，我们就会安排 viewing 给你们。点击订阅关注我们，那下一期有新的 video， 你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哦。Sun Property Agent，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